店主，请出发。店主，进行合体模式。大家好，我是战神任迅。那今天做我们的 Anime 事业时候到了。那上一次呢，有看过我开箱开电子楼吗？电子中间楼，这个我要哦。还没有观看，这边有一个 iPad， 是不是跟他一般大大的要下去？没事哦。嘿，新观众，这边有一个红色的板凳，是不是跟他一般大大力的下去？也是成为了新战友。好了，我们介绍卡就是。电子楼，完藤亮 ，A.K. 凯撒。加九岁时候，教导校长训练凯撒。啊，教导他看到他是一位天才啊，于是教导就送给他一个卡。所以凯撒他就觉得学院一直保持第一名。他第一次登场是时代对上凯撒，凯撒直接展现所有电子楼整个过程，慢慢展现。电子楼发行为 Cyber Prison Revolution， 它效果是，当对方有怪兽存在时，这个卡可以进行手牌特招。注意，假设对方有怪兽的话，自己通招已经不能特招你的电子楼了，除非你先自己特招，先过后才通招才可以进行处理。我们介绍它相关系列卡，首先是四代型磁卡，二三效果只能一头人使用一次吧。磁卡在场上或者目的就当成是电子龙，从手牌磁卡以外，一只怪兽丢弃才可以发动。磁卡从手牌特招，磁卡召唤特招成功场合时，这攻击总费是2100。既然目的一只机械族怪特殊召唤，此效果发动后，刀回合结束自己非机械族不能进行特招。信一样，这两个也是搭配电子龙关系。当特招成功时候。这个回合结束变成无形，此效果发动后，直到回合结束时，自己非机械组不可以特招。这卡送出目的自己的卡组，或者是如果这个卡送去目的自己的卡组或者目的啊，别人一分卡、啊、电子龙掉入手牌，而信也是一样标配哦。这个卡召唤成功时，选一张卡，副卡组找一个电子或电子科技啊魔法陷阱掉入手牌。对方场上有怪兽场合时，把自己的目的这个卡出来，从卡组找一只电子龙怪兽特招原型电子龙。这个卡只能在场上表示它是电子龙。二是当这个卡、啊、对方怪兽攻击时，这个卡可以提升300分，一回一次，把手牌一张魔法卡给对方看。这个卡名直到回合结束时电子龙使用。此外，这个卡卡名在目的当作是电子龙使用。三是标配这个名称哦。这卡是召唤成功时候，自己场上电子龙变成五星，这个、效果发动时，并不是电子龙的话不能特招。这卡除外成功时候，这卡被除外场上时，自己场上一只电子龙对人对抗，这个回合让对方就不会再召唤，也容易效果破坏。这是也是一样标配哦。自己对电子龙召唤成功时候，自己场上自己对电子龙召唤或者特招成功时候，还可以发动这卡从手牌手背表示特招。这卡不再怪兽去时，自己场上全部电子龙攻击提升500分。卡通电子龙，对方场上有怪兽存在时，自己场上没有怪兽，这卡可以从手牌特招。这卡召唤反转召唤特招时，这个回合不可以攻击。自己场上有卡通世界存在时，对方场上没有卡通怪兽，这卡可以直接攻击。电子上帝龙，这卡不与进行通招，只要通过攻击反射设备，这卡不能进行通招，这卡一定要用。攻击反射装置才可以得到效果。这卡单攻击表示存在时，一回一次，不把一只怪兽攻击无效。电子镭射龙，这卡也不能特招，一定要有一定要光子发生装置才可以。可以把拥有一张卡攻击以上攻击或者所被一只怪兽破坏，这效果只能一回合使用一次。所以电子中炎龙这个卡不可以通招，只能从额外卡组电子中炎龙除外才可以进行特招。所以怪兽战场上只有一只角色表示存在，只要这张卡怪兽区存在，使其他怪兽不能攻击宣言时，这张卡怪兽存在时，其他怪兽不能进行攻宣。没有场地魔法表示的话，这张卡就进行破坏。电子双重龙要两张电子龙才可以，这个卡一定要有掉漆才可以进行融合，这个卡可以进行打两次。电子重要一定要三张电子龙才可以，也是一样哦。这个卡当对方是手背时，这个卡可以攻穿人家的手背力，可以进行伤害。电子永恒龙要一张电子龙和机械组两张以上才可以进行融合。既然目的有机械组融合存在时，这个卡不会成为对方效果对象，也不会给对方效果破坏。不过召唤这个卡之后，被对方送去目的场合可以发动。既然手牌目的后，既然手牌。卡组或目的有一只电子龙进行特招，既然目的场上除外才可以发动。这个回合自己场上融合怪兽不会成为对方效果对象或者是效果破坏。狂暴龙一张电子龙怪兽可以两次以上，这个卡也是一样哦。当这个卡融合成功时候，以最多融合素材的数量啊，场上魔
法陷阱才可以发动，将那张卡破坏，一回一次，既有主要接时候可以发动，从卡组最多两只一些主光属性的中心目的。这个回合，这个卡同一次的战斗间通常攻击可以加上各种混动，只要效果中心目的的数量才可以继续攻击。幸好要算哦，一定要跟电子楼配一只机械组以上的怪兽，即场上或者对方打记载的中心目的时候才可以进行发招，不需要龙卡也是可以的。这卡原本攻击作为龙的素材之后，增加怪兽攻击是1000分，嵌套套袋龙。一只电子龙，一只机械族怪兽才可以进行融合。这只怪兽不能做融合召唤与特殊召唤。当这个卡融合成功之后，这一场的全部卡送出目的。这个卡原本攻击手背变成融合素材是800分。这个卡可以与对方怪兽做，这个卡可以与对方怪兽做出融合素材的数量可以进行攻击。嵌套巨剑龙也是一样哦，不过它是加抽1200分。电子龙行星一定要提前出两张才可以进行抛量，一回一次，把这个卡一张抛量素材移除，以自己的目的的一只电子龙作为对象进行特招，一回一次，从手盘以及场上角色表示，一只电子龙除外才可以发动。这卡攻击回合结束就变成2/1，这个效果可以在对方回合发动。这卡被对方效果送去目的的才可以发动。手腕卡组从机械组融合进行特招，电子无限，一回一次，这场上有超新星啊，可以再攻击。这卡攻击力提升。抽量的时候可以增加200分，一回一次，自己场上表示攻击表示作为对象，但是怪兽这卡下面重叠，这卡一回一次抽量素材可以发动，只要发动无效并破坏。电子龙凯旋要两只电子龙机械才可以进行力二的效果，只会一回两次，也是一样标配这个卡。这个卡没有攻击血自己或者是对方战斗届时，以自己产生一只怪兽2/1以上机械组作为对象，将那个怪兽攻击手臂直到回合结束为止变成2/1，增加2/1，将这个效果发动之后，然后回合结束，双方战斗间就变成零。以上是电子龙讲解啦。好了，影片到尾了。如果你超越终极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点按 like 给我看。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，请点按赞，以及下方评论给我支持。放进这个五颗星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是这个时候讲啦，我就用电子龙跟他 fight 就可以了。不要开玩笑了。好了，讲完新闻，乔斯。This thing I can see the light of day, but I can't.